大家好，我是林之云医师。大家有没有因为脸上的斑越来越深，化妆都遮不掉的困扰呢？我们今天来讨论斑的治疗。一般我们的斑其实有一定的深度，所以大部分的斑很可能需要超过一次的治疗。取决于斑的种类，我们可以抓3到6次。除斑有点像是我们去你的家里大清扫，把垃圾扫掉了以后，人还是生活在里面，所以还是会持续的制造脏污。那这个时候保养的方式就很重要，让斑不要那么快再形成。最简单的就是保湿防晒，不要过度清洁，尽量减少磨砂去角质的过程，然后要注重乳液的涂抹。那防晒的话，涂抹防晒或是戴口罩、撑阳伞都是很好的方式。脸上的伤口基本上大概3天到1个礼拜就会复原。那如果打完斑以后有一个结痂的保护层，其实可以稍微洗脸泼水，但是不可以泡在水里。那至于出门的话，只要做好适当的防晒都可以出门。打完斑的皮肤其实是处于受伤的状态，等于有一层挫伤破皮，所以这个时候原本的保养品如果是属于保湿的形态，比较温和，不会刺激伤口就可以涂。那会建议2个礼拜以内避免刺激性的酸类或是美白的产品。